我们家的垃圾桶啊，是从来不招小飞虫，因为呀，我一年四季都在用这9块9100只的驱蚊垃圾袋，它里边啊添加了浓浓的艾草精华，可以有效的驱赶蚊虫。这一大卷啊，整整100只，你要是不囤上几卷啊，我都觉得亏得慌。这样一对比啊，差距是不是老大了？断点的设计好撕开，关键是啊，它老结实了，怎么用力扯呀都扯不破。这厨房的热汤热水呀，你尽管往里倒，它一点都不会漏出来。不想让家里有小飞虫的呀，就赶紧换上这种能驱蚊的垃圾袋吧。